们今天呢要来玩的这一款游戏呢叫做这个核心利希特。那在之前呢我有出过公测的这一个影片，那今天呢是这一个核心利希特正式的这一个上线了。好， anyway 我们还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核心利希特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我们先从这个一开始的界面这边来看，界面这边呢你会发现它有商店、共鸣、四格体跟超体。好，共鸣呢就是抽卡，共鸣就是抽卡，就是你跟你的钱包共鸣，就是产生角色，这样叫做抽卡。那商店就是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各种抽氪金的跟这个后面会有的这个其他的这些商店的东西。那四格体呢就是你的角色。好，你在这个游戏里面所获得的角色都会在四格体这边出现。超体呢就有点类似这游戏的里面的一种英雄这样的概念，它在召唤上面呢，就是你在使用这种超体上面呢，它不需要花里面的 cost，所以呢它就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像我们一开始这一种呢叫做强袭形态，后面呢会有果粒形态，以及重装形态，那异能形态，当然还有像是医疗形态跟这个轻型形态跟最后这个特遣形态，还有未开放的这一个可能是不知道什么形态，战锤还是扫把形态之类的。好，那不同的形态呢它就会有不同的这一个能力值，你可以在左边这边可以看到它的生命值、它的攻击力以及它的这些首发部署时间。其中注意到首发部署时间，我们刚刚讲到超体它不需要花 cost， 所以它就有首发部署的这一个时间，你必须要等到20秒后它才能去进行这个部署。那更特别点呢是它的技能是像这个炼士斩呢，你必须手动去释放，这个也是跟其他角色最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超体是在这游戏里面你的可控性最大的，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你战略目标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好，那我们进行到这一个剧情里面。好，它这边就会讲到特遣跟火力的这一个不同的这一个效果。好，我们就把赫加进去，然后呢再快速编队把我这个东西加进去。好，剧情的部分我们一样就是跳过，因为我觉得剧情的部分让大家自己在游玩的时候去获得最高的体验比较好。好，敌人在过来的时候呢，这里我们呢就稍微暂停一下。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核心利希特呢，它的核心两个字就是你要守护自己的核心，以及你要去攻破敌人的核心这件事情。所以在整体的概念上面，其实它从一开始的最初衷点就有点像是塔防这样的概念。OK， 首先在叫怪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去控制四格体是可以在哪边的，所以我们可以叫出像是护盾的四格体直接放在敌人的正前方。再来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像是输出的辅助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放在后面，跟对空的这个辅助。那我们可以尽量让敌人靠近我们的这个塔，让我们的塔可以去进行攻击嘛。接下来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超体，好，超体这边叫出来。超级面叫出来后，超级就会有这个主动技能。好，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放。然后这个是特遣，特遣的话，它这个特遣每一个特遣它的能力都不一样。像这一只特遣的话是下场打一个伤害，打完就跑，这样的概念。OK， 我们有新手的卡池可以抽阿露露，那我先抽这个新手抽，来看一下，六星四格体出现几率2%，而且它只有这六只而已。我看一下它常驻池是几只啊？哇，常驻池好多只哦，好香哦，还好，好香哦，天哪，来了，新手十抽。哇，连编号都变了，以前这个编号只有一到多少，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编号嘞，要选哪个编号？聊天室选的号码一定都贼嘞，不是我不相信你们，还是谁说的号码我选，然后如果没有我就被你十分钟。我觉得这个 V5 不错，来看这个 V5。是不是你看金光 ？Oh my god！ F9， 哎，是不是金光是五星内，有可能四星，彩色是六星，有87吗？看一下有87吗？哪里有87啦？有，我有87，那也是金光哎，好狠哦！来 N5 3600秒，好，来看看 N5 ，OK， 再见了阿嘎。Time out， 阿嘎很累耶，这个还要奔你3600秒，还直接永奔好了啦。
来看这个 F 零，没有。五九，没有。Y 五 ，F 四，你看我们把它这个框起来，凉凉到不行。来看看五星，我们配镍，四星。啊，这个好可爱，这个之前也有抽到过。再来一个，看通关一只酒以后才能抽。好，没关系，我抽这个。限定十年，天蝎人，我的超人，天蝎，屁啦，怎么可能？天蝎，干，停了，游戏结束，只有天蝎才是我的超人。六九，六九，天蝎 ，OK， 所以我现在怎么点都会变采光了，是不是？它里面已经透出采光的感觉了。伯伦希尔，大丸说想要这只白马啊？怎么每一次玩游戏都会 NTR 到大丸？看一下我们的伯伦希尔的能力，普攻造成范围伤害。我还会复活一次哦！我想要组那个全部都是回费用的，然后跟一级脱离的阵容，不然办不办得到？感觉会输，但试一下。其实打蛮高的。どこが？其实打蛮高的啊，根本不管人家，直接把他主跑爆了。好像也不是不行哎，就不要遇到防守关卡，那防守关卡就换一下阵容嘛，对不对？每个关卡有不同的打法、啊。我以为不行，结果没想到可以，惊呆我了。好，那我们今天这一个核心利希特呢，就玩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人呢，可以用这个左下角的 QR code， 也可以用我这个链接下载。出一只，抽到老婆你会快乐。出一只，保一只，出一只，保一只，出一只，保一只，看他出的快还是我钱赚的快。出一只，保一只，出一只，保一只。